我要给我妈妈寄信。哎，孩子，你不用找了，你母亲来信了。那太好了，你给我念念。好。爱女季珍来信收到，听说你身体在康复中，我很高兴。我在这里也很好，认识很多朋友，他们也会打桥牌。我会照顾好自己，你放心，妈妈。他还会看电影，夏天怕蚊子，冬天怕冷，不知道他那屋子里有没有电暖炉，还有厚被子。上峰来信收到了，我每天生活得很规律，看书看电影，锻炼身体一个都不少。阳光照在我的房间里，一天都很温暖。我儿勿念。太好了，我还得继续给他写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我好像一辈子都在追着他们跑，可也总是追不上。他们也不等等我，小孩子都追不上自己的父母吧。